欢迎来到欢乐大世界！就这个吗？放开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别急啊，别急！不行，春雨，这根本拆不开。我们被骗了。啊？高璇呢？不知道。各位，游戏还没结束，欢迎大家来到欢乐大世界 Part Two， 欢乐马戏团。所以你根本不在乎。 什么协议和所谓的证据，对吗？春雨，你忘了，他就是个 NPC 呀。我知道你监控着呢，怎么，你只敢做，不敢亲口承认？<笑>你说的没错。既然这样，你处心积虑演这一出是为什么？ 其实那天，你们闯进来，是高璇闯进设备室的时候，确实对我们系统造成了伤害，导致服务器和你们的芯片断联，你们几位玩家的数据全都丢失了。我正在发愁呢，谁知道你们主动送上门来要搞什么交易，于是。 我就顺水推舟。哈，这下好了，数据全都恢复了。<笑>你混蛋，你骗我的，简直无耻！高璇呢？你究竟瞒得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既然他进了游戏，自然会按照游戏规则来啊，我不会随意处理他的。他究竟在哪？ 先卖个关子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我不要玩这种鬼游戏了，你帮我出去！你帮我出去！那可不行啊！我这人啊，有两个缺点：一是强迫症，做不完的事情看着就难受；二是痛恨别人威胁我。但我很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的人，只要你们能通关。 所有人都能得救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要宣布游戏规则了。声音真难听。
你可以让我闭嘴，同时电锯也可以让许文雅闭嘴。我是接受我的声音，仔细听听叫他的方法。怎么了？你们看到两台自行车了吗？不行。游戏开始后，电锯会持续下降。如果自行车的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，电锯就会停止下降，开始回升。自行车的速度越快，电锯升得越高。电锯上升达到高点，许文雅安全，你们过关。我得提醒你们，两个人必须绝对同步，速度才算有效。啊，我手上这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是我的点睛之笔，炸弹引爆器。你随时可以引爆自行车上的炸弹，电锯也会随时停止下落。那自行车上的人呢？炸弹都爆炸了，你觉得还会有活人？你这个变态！你有病吧你！现在，请选出游戏的参赛者，其他两位则需要去另外一个 party。高璇是不是在那边？你猜？春雨，你去找老高，我留下。这是个拼体力的游戏，要不豆豆你先留下吧。请二位移步剧场。春雨，你别走。如果你相信我，你就可以相信他们。你只用做一件事，就是让你的手指远离你的按钮。祝你们玩得开心。那两位新手准备好了吗？游戏开始了。文雅，你放心啊，我和豆豆在这方面特别厉害，我们。高璇，高璇，你没事吧？高璇，春雨，林叔。我知道你想救他，但游戏有它的规则。你混蛋！把肺活量留给自己吧。游戏开始后，水箱里会注水。我很好奇，你会把气息留在肺里，还是用来喊救命？你怎么才能把它放出来？哎呀，不，你说错了，不是我放它出来，而是你们怎么过关把它救出来。抽取积木的速度要比注水的速度快才行。我们有几次机会？随你们高兴，但每倒塌一次，水箱里就会多一个注水口。我想，你们没有太多失败的空间。真是混蛋，把别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，竟很开心是吧？你也有机会这么做。感觉到手里那个遥控器了吗？嗯。哎哎哎！
小心，不然他俩就没命了。所以炸死我们，他就可以活。这就叫尽在掌握。我不像你，我只会握住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漂亮，你现在把所有的压力都抛给了别人。可没有高尚到哪里去啊！现在你们可以就位了，游戏开始。林叔，不用太担心我。高璇，你相信我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一次递减，失败越多次，逃的就越快。快点挑战吧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，郑宇。你加油啊，使劲蹬啊！我一直在使劲蹬啊，是你在乱蹬啊！不是，他不是说了吗？你们俩要绝对的同步，才能产生有效的速度吗？你们得一致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，保持一致。这样，豆豆，你听我的拍子啊，咱们俩保持一致，好不好？啊，一二。我相信他们。一二，你节奏喊得慢一点，然后踩得慢一点，你先保证你们一致再说，好吗？是，冷静一点，循序渐进啊。豆豆，我慢一点。一二，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再试着稍微快一点，来，一二。可以，喊拍子还真有用啊！啊，这胜利就在眼前了。还好我是站在这儿，我要是在那儿的话，我腿骨都断了。小琴，你一直戴着口罩，影不影响你呼吸啊？其实你现在根本就不需要戴了。我是豆豆。是，我觉得我们俩还挺有默契的，以后我们俩就组个搭档吧。我们俩叫八对搭档，来，加油啊！胜利就在眼前了。这个
剩下最后两根了，哎，一定能成功，你不要紧张。袁总，他们要过关了。真正的游戏才正要开始。别故作镇定了。其实你心里清楚，你根本救不了你想救的人。当年这样，高璇。现在也是这样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如果我能抽出十根积木，而塔不倒，妈妈就没事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刚才南小琴一个快速冲刺，漂亮，有效得分1-0，
选手很兴奋，南小贤揉了下腿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好了好了，双方继续。南小贤又开始进攻，看得出来他打法攻击性很强，这一点和他母亲如出一辙。 停了下来，看起来似乎很痛苦。天哪，他示意要终止比赛了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哎，等等，你停拍子，你跟着拍子一起。等等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腿不行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他怎么了？我不能再骑了。等等，你看我一眼。等等，不行了。 好，我们试试上坡。怎么样？没事儿。 除了击剑，你还对什么感兴趣啊？我，你是说他不能再练了？我只是建议让他远离高强度的运动，生活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可以的。 腿不行了，什么？说这话有点残酷，但这是事实。你的腿可能恢复到从前一样了。我不能再骑了，我腿不行了。你腿怎么了？它很痛，我的腿快断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是在游戏，在游戏。 豆豆，你怎么了？豆豆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第二轮积木塔游戏失败。 春雨，都怪我，我抽的时候塔就在晃动了，导致你没法继续。林叔，对不起啊，怪我，跟你没关系。春雨，林叔，没关系的，我们有时间。第三轮积木塔游戏开始。
春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 心里很清楚，你根本救不了你想救的人。当年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春雨，我有点害怕，我就是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安全的。这一次，春雨是我保护你了。只要你还想继续这个游戏，我就不会离开了。谢谢你。第二轮积木塔游戏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 蓝小琴，妈，腿不行了吧？不行就下来吧，别浪费我时间。妈，我可以的，你看。 失望了，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，你就这么点出息吗？不影响的，我还可以击剑。我看你还是放弃吧。放弃吧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击剑了。蓝小琴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对啊，蓝小琴，我们就是废物。 我不是蓝小琴，蓝小琴，蓝小琴，我们就是废物。蓝小琴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对啊，蓝小琴，我们就是废物。不是，豆豆，我不是，豆豆，你醒醒，你腿没事的。豆豆，豆豆，你醒醒，豆豆，你腿没事的。 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你别动，蓝小琴，你听我说，不管你是豆豆也好，蓝小琴也好，这都不重要。从面具后面走出来，想一想真正的你自己。我认识的小琴，在这个时候绝对不会退缩，绝对不会低头。而且你不是一个人啊，你还有我，还有文雅，我们都是朋友，是一个 team， 谁也不能丢下谁，知道吗？因为她比我们都勇敢。 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、最飒、最善良的女孩子。好，你也一样，你要相信我们，我们是朋友，谁也不能丢下谁。 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
春雨，你怎么了？我答应你，春雨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尤其是跟你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，哪怕是一分一秒，我都不想忘记。春雨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我腿是真不想了，快起来吧。别睡了啊，结束了。高璇他们还在里面呢。还有最后一个。
心中的